ACT， 最终被老干爹天堂点倒。YCC 先守一个苏 T， 再面对一个橙 C， 又守掉，能继续拿分。那这一波对于 LGD 攻楼来说，又是一个一个上的。那两个人确实是在这个地方直接倒下了，直接先补，不给机会，强补分。因为现在对于 YCD 来说是一个双倍的淘汰分啊。对 YCC。可能还不如先把你两人补掉。确实，那对于 YCD 来说，肯定，也是拿到了这两分，双方火热，还有没有机会 ？YCD 血量没有任何的减少。今天是 Y 总归来之日，他现在在这个二层楼里依然有无限的可能。不过相信老干爹状态应该是好于他的，无论从物资还是从人数上，对 YCC 这是眼前的挑战。YCC，YCC，、哦、